他怕我小的胡子放在一起，让他俩玩玩。他怕我老不爱运动，怕我不许出来，你小胡子玩一会儿。叫这个好动分子带着你活动活动，减减肥也是好的。小胡子，跟胖叔叔玩嘛。这家伙可喜欢聊闲了。大王子，你进去干嘛呀？这是减肥，谁进来谁减肥。不许出来啊！去找胖叔叔去，去找什么？找胖叔叔，胖叔叔玩嘛。对，去聊闲。小胡子，你俩要玩上了。胖虎，你那愤怒的，不许打你儿子！把你关住，你生气，你打儿子干嘛？快出来吧，跟他玩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不行呀，关起来也是不爱运动呀。对对对对对，快来，带着他跑。胖虎，你跟他玩玩吗？跑掉了，再也不跟胖叔叔玩了，是吧？还是跟他们玩，还是喜欢跟他们玩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哎呀哎呀！看这一天就是，是干这的。天哪！猫都是手指控吗？哎呀，你看这，捣蛋鬼凑在一起了。看啊，抓个现行。有几个干坏事的，大王子你还帮忙？小猫为什么都爱玩手指呢？冲上去都开始打，大王子跟他爸爸一样，老是躺着玩，还踢一踢你。哎呀，谁下来了？这是重量级的，咚一下。大宝你下来了，你也是手指控呀？看看这是谁干的事儿，是连踢带踹的。小橘子，小橘子，啊，这叫叫你呢，是你捣乱的不是？看我，出去玩吧。没肉，看我，看我，叫你没有？